这次回来，我跟我另外一个兄弟讲，我说人家讲一个人叫做精明能干，有没有哈？我说我这个人不精明，但我能干，啊，能干也不好哈。所以嘉轩讲一句话。叫不哑不聋，知道吗？不做阿翁，什么叫阿翁？阿翁就是老爷爷、老奶奶。人修养到炉火纯青，是不是有点要装聋作哑啊？你说什么？没听懂。不想听的时候，那不该听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听见啊，是不是就不会被杀嘛？哈、哦，什么老臣不知？那个宰相刘罗锅那个剧情里面演的最好就是那个六王爷，就刘罗锅的老丈人，有没有？他是六王爷，他就说啊。皇上，您说什么？老臣不知道，该听的时候他都听到了哈，有危险的、不该听的他都没听见，所以人生有时候是不是不要太精呐、啊？那么精明能干，而且精的有一点锐，哦，很锐利，有没有？很锐利哈、哦，会伤人的，所以有时是不是要讲不哑不聋？不哑不聋的人没有办法做。好脾气的爷爷，所以人到某个是不是要有时候要怎么样？某一个程度叫装聋作哑啊！你现在讲的听不懂，装都不知道，好脾气不必那么生气，哎，好不好？好过得很啊、哦！这里你看这两句话好不好？他在讲人生啊，人生哲学，所以这首诗是我非常喜欢的，这是一个人生态度。人生剩两句话给你，怎么办？位无位处，求无乐。财不财见，过此生。你不能做庸财，你做庸财是尸位素餐，你是浪费社会资源，所以你也不能都不财啊，对不对？不行，所以人生是不是要对社会也做一些奉献服务啊？所以要有点财，那个财也不要锐气到去伤到，让人家受不了的。哦，有的人太有，你们什么了不起？这我最懂啊。你们都不懂美国文化，我才最懂美国文化。哦，你最懂了，你们都不懂，啊，你们这个做的这文章都不行，我做的最好，不要这样子。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不要那么有才啊。真正有才人是像成熟到是不是很成熟？是这样，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看我们那个老教授，哦，好恐怖。我们在博士论文口考，我们上面那个老教授五六个七六七个。审我们的论文，问我们问题哦，他给我们口考我们哦，这个你写这个我都不懂哦，我有个东西我不懂，就请教你，我请教你也的，那 个老教授，你看谦虚到这种程度，他就说你这个论文的那一篇那个第几页到几页那个我这个我其实是没有研究哈、哦，那先请教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哦你就揣蛋啊。哦就是你就会这样，你要很紧张，要发抖，就很谦虚，真正成熟的哈，所以不能自大。下面这两句更好，您坐我起其亲，这是从《世说新语》品凿篇出来的，说有这个有那个什么，有一个桓公跟殷侯两个人是同样名称，同样有名的，但是两个人常常哈。一个公，一个侯嘛，两个旗鼓相当。从《世说新语》哈，《世说新语》是很好看的书哈。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古人呐、啊，中国古人的一些智慧啊，这个桓公跟殷侯两个不是公侯伯子男嘛？这都是王侯就对了，两个人经常在竞赛，谁比谁厉害啦。所以有一些这个桓公就问这个殷侯说：“哎，你说你跟我比怎么样？你跟我比怎么样？你跟我比呀、啊？你觉得程度怎么样？”他说：“我啊，我跟我自己已经啊比较很久，周旋很久。我干嘛？我宁做我亲比我如何？”他问讲，亲是指谁呀、啊？亲是你的意思，亲，
何如我？你跟我比怎么样啊？意思说我们两个人比较起来，你怎么样？你跟我比是第几号啊？哈、哦，程度是怎么样啊？所以亲是你的意思。这个音头说什么？这样说什么东西啊？我宁可做我啊，为什么要跟你比啊？我是我跟我自己比，我不屑跟你比。了解吗？什么叫宁做我岂其亲？我用白婉姐说，宁可做自己都不做别人的影子。我为什么要做你？做你的分身，做你的影子。所以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独立个性？非常英文叫 personality 的哈、哦嗯，很那个很个性的，啊，我做我自我的主人，都不当别人的亲相，听懂吗？听懂吗？我宁可做我自己小国的国王，都不要做你大国的宰相。意思说，因为我做你大国，有时候还是被你管，我不必跟你比，我比我自己嘛。这是不是说我完全这是什么性？宁做我岂其亲，都不做你的亲相。意思说。什么、啊？我们讲一个人的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在者，是不是一定要自主性？是自主性，自我，哦。我能够达到，我可以把我的自主性，我自己能发挥啊。所以禅宗不是有一个禅师吗？我喜欢用这个公案，叫什么？这个公案的名字叫做圆幻主人。圆幻主人就是瑞严禅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就每天喊：“瑞严主人，你在吗？”又自己回答在啊，回家自己问自己某某主人你在吗？听懂吗？这不是说叫你出去说哼，我才不要做你跟你同一组嘞，那我都不要去做，我都不要做我老板的时候，我自己去当老板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心灵上是要自己自主啊，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啊、哦，绝对独立的心灵，看稼轩。我歧视你们那个，可这首词哦，每一句话都是那个，有没有生字？都是白话。您做我是做自我的主人，而不当别人的亲相。人间走遍却归根，你们人间的这些尔虞我诈、你来我往、刀光剑影，怎么那么那个，我都看遍了，我都看过了。但是人间另有一片天地。你们人间的这些东西我都这样唾弃了，我都已经不在乎了，我干什么？归根，归根要去哪里根？归根到哪里根？到纽约找一块地吗？不是，当然归到哪里去？归根回到山林自然，所以回归自然。陶渊明的诗叫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哦、回到自然，回归自然。回归自然之后呢，哈，朋友是什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跟我做的，是我挑选的哟，我挑的哟，你们才有资格做我朋友。所以什么，一松一组才是我的真正的好朋友，对不对？松竹是什么？岁寒三友哎，松啊竹啊哈，金霜玉傲嘛，竹有节嘛，节节升高，节有气节，节哈。所以松竹这样的才有这个，所以什么桃花舞春风，桃花那个桃花冠，那玄都冠那个不够看，所以松竹才是我真正的朋友。还有谁才是我真正的好兄弟啊？山鸟山花，因为他们有没有心机啊？鸟会不会害我们啊？花会不会算计你啊？会不会？不会。所以好朋友、好弟兄都是我挑的，主权在我耶。他们才是好，各位同学，这里有一个叫做互文哈、啊，互文双解哈、啊。还记得我有一天讲王定国跟那个柔奴，郎才女貌是郎
狼有才，女有貌，那狼就没貌吗？狼一定要长得丑八怪吗？女就无才便是德吗？不是，狼有才，女有貌是狼，狼有没有貌？有貌。女有没有才？有。OK，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一松一竹也是好弟兄，一松一竹当然是真朋友，也是好弟兄。三鸟三花是好弟兄，也是真朋友，听懂吗？这是哦，上下哈、哦、互解的。好，我们看这首词啊，这个辛稼轩哈、哦，辛稼轩写出来一个，他在这个对这些人世间的一些，是不是很失望？很失望哈、哦，非常失望。所以他回到这个，回到那个什么，他住在这个寺院里面，想到那个当局啊、哦，那些当局政那个政府啊哈、哦，非常的就说很顽固、很顽强的。他被迫那个啊，那对人生有一些感悟，悟到那个最好的话叫什么？未无未处，求无乐。人要在财不财间，人生是要找到一个折中点，啊，人生要活出自己的一个独立性出来，而不是依附成为人家的附庸。他是也骂尽那些成为政治附庸的人啊，换了一个是不是脑袋都换了，价值观也换，人格也出卖，所以叫邻作我，邻作我。起其亲啊、哦，这首词文字啊非常简单啊、哦，那是辛稼轩对一种人生的一些他的一个、哦、看法啊、哦，送给你们。我非常喜欢这一首，好背啊，要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不向长安路上行，好记得很嘛。不向长安路上行，却叫山寺宴风云。未无未处求无乐，财不财间过此生。就中间第一句的宁作我起其亲，人间走遍却归根。一松一竹真朋友，三鸟三花好弟兄。你在问你兄弟多不多？多了多了，你看三鸟三花都是啊、哦、都是，松竹也是啊、嗯、好，这个因为我们时间已经那个，就说讲这一首比较那个哈、哦，好，那个礼拜天还有劳驾同学再来一次，好，我们再把，不会不会、嗯、我不辛苦。下个礼拜天我要讲有几首、哦、是辛稼轩，你了解辛稼轩的人，他的一个人格，他的一个他一生一生念之在之的，是在第一页的那个叫破阵子，破阵子最后那个是吧，那个下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什么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哎哦、这个讲辛稼轩的词、啊、有一点气要用很多，所以讲完之后叫三长两短这样子的、哦、气都用没了、哦、不过因为他对那个朝廷就说真的是本来真的是可以救国的、哦，明明有办法可以把国家弄得很好，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时不我与哈，因为那个叫这权力不在我们自己手中嘛，你只能看，所以你只能随缘嘛。那他又有先知之明，他如果跟平民百姓看不出来也就算了，所以稼轩的痛苦就在这里，明知不可为，而想为之，却不能为也，所以就眼睁睁看着国家这辆车子冲向悬崖。哦、车毁人亡，你说对一个读书人知识人是不是很痛心，一个有良知的是不是这样子、哦、那你又不能用麻醉自己，你又不能去同流合污、哦、所以我们一千年后几百年后再读他的那种光辉、哦、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哦、他的那个忧心、哦、忧愤、哦哎、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嗯、也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想要读这么悲的东西啊、非常的 sad 啊，这么悲干什么？不是那个是，我们透过这些古人，我们跟他对话，那给我们一些启发。人生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放，不可以妥协的，是不是？不可以出卖的哈、啊。最后那个人生观、价值观最底线，有些东西我们是怎样是不能出卖的。嗯，那当然，
那也可以，我们当然不会跟他是同样，但也很难讲了哈。有时候你碰到人，你说明明这件事就是不能这样做，你有先见之明的，但是有时候球不在你手中嘛，不是玩那个排球，有时候你是发球者嘛，哦，不是在你手中，一点办法都没有。佛教叫我们就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就是随缘跟随愿哦，随愿去做，那随缘吗？就随缘哦。佛陀不是这样吗？佛陀明知祖国会被灭啊，就去随缘去救啊。所以稼轩还应该对佛学更深刻的，不过很难讲，因为国家眼看就是在灭亡嘛，哦，真的灭亡掉哈，很可惜。好，希望读了这个晚上不会睡不着哈。今天这首我觉得那两句非常好，对不对？未无未处，求无乐。所以有时候把它拿去用，就化成你的生活啊，你的人生态度。你要讲您做我，人家要拿什么贿赂你一下？您做我，去去去！你以为用两个面包就打发得了我吗？开玩笑，开玩笑，有没有？有时候是这样啊，你一张支票就打发掉我了吗？没那么 easy 哦 ，OK， 星期天。